这把我高低我得整个森林，我必须得来个森林这把。两斗士，两森林。上个拉克斯吧。嗯。这把的森林是我要玩的，这把我要第八了，你可以说我菜，好吧？我不反驳。我先直接先给他上个泰坦。呀，这亚索行啊，秀啊，把我大树的 Q 给我躲了。我这派克是不是得往前放点儿？刺穿他们！两块、三块、四五六、七八九十。哎呀，我们可以攒一手利息呀、啊！拉克斯撇了，蛤蟆撇了，武器大师撇了，这个撇了，这个撇了，这个撇了，十块钱儿。耶、yeah? ！我这一手泰坦给派克简直是神的理解。哎呦我操！天神宗师御剑仙。先给刀锋拿着。现在我们的刀锋应该是有点无敌了。给我变大，真大呀！这刀锋，居然给我扎死了。一二三，全都可以要啊！一二三，三件装备，我们第三个出去。应该不成问题了啊，应该是拿下了。这三个随便来一个，我们指定都能拿得到。别告我拿不着，我操你个！完了，我啥都没有了。哎呦，我好气呀、啊！魔抗也没拿。哎，我真是吐了，简直没法玩。气完了，真气完了，气坏了呢。厚实表皮的塔姆，拿不拿？不拿了吧。
我们在月神拿着，哎呀好气呀，哎呀给我气完了，哎呀我也吐血了，我头好痛啊。果然犹豫就会败北，四斗是打工，也行哈，后边拿也可以，先拿着吧，反正前面这啥也没有，先拿个四斗士打一手工。给个人马吧，这撇了，崔斯特不要了。拿个魔抗也行啊，上一波。真头疼啊，头真痛啊，我好难受，我越想越难受，咋整啊？看来刀锋可以先撇了，我们拿个猴玩一玩，四斗士加个猴，其实加个积木可以，我有种预感一会儿要给我来狼人了，然后再把要给我天选狼人，哎我头好疼，我预感到狼人要来了，怎么办啊，这可能就是命吧，想屁吃，马上狼人就来，你看着吧，你看啊，天神来了吧，这轮不行，反正赢不了，咱升了吧。狂徒泰坦，狂徒泰坦的老猴，下波绝对来狼人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脑袋现在刚才呀，突然之间就出来个画面，下波来狼人的画面，真的，我现在头很痛，说实话，头很痛。狼人一会儿就来，有点没办法了，这。这也抹的虚区呀、啊。耶，狼人居然没来，这不应该，这个狼人没来，属实不应该，我已经感知到狼人都到了，但是狼人他确实是没来，塔姆卖了，下波卖吧，下波升到六级我们给他卖了，对吧，六级我们第
两费三费这都好递，四费也能递得到。刚才有个兄弟说六人口递就行，不用升级，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，真的，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。下波我们升级，升完级以后我们开地，无论我们地到狼人的天选，还是小法师天选、露露天选、人马天选，这都可以用。哎，汤姆先跑撇了，随便来个天选，咱们就开上，开干。你看狼人来了吧？我一寻思这个逼就得来，然后一会儿给我来个那个天选之人的狼人。哎，我头好痛，真的。让这些家猫们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爪子。腰子，没有银马呀，这我先把这猎人撇了。这波能打赢吗？费点劲吧。我这波居然要赢了，我的天哪，我这大猴也太猛了。大猴有狼人，你把猎人赢了，狼人要天神。对，你们就抢，我操了，你们没有想好你们要啥吗？啊，你们没想好你们要啥吗？这逼转了一圈啊，把女神之泪给我拿了，这人回回抢我装备，我操了，你要大棒子干啥呀？然后我寻思拿个大剑吧，哎，大剑也没了，哎，我真是吐了。玩的是真膈应啊！诱惑一条毒蛇，连打的都没有。真理之意与我同在。秘术。只要你想做。没有小法师怎么办？没有银马，没有小法师怎么办？是不咱们得玩着猴了？你要玩啥呀？我寻思玩那啥呀，要么咱就天神，要么咱就森林。那目前没有天选之人呢。看来我们只能玩这个森那个天神了，看来我们只能走天神了，我们走不了森林了，我们没有小法师。这狼人怎么感觉没装备比有装备还狠呢？你说我俩寒冰放这儿，一会儿小法师来了个天选，我怎么整？我这不是头都炸了？先留着，哎，没关系，先留着。给了个老破夜影，
其实我们现在质量特别高，投了下一把，我也建议是投了下一把。不过在我底下还有俩人呢，不用担心，不用着急。这有什么好着急的？你好啊，爱人。他们不会喜欢这个的。我不，我决定还是玩森林，玩我们的森林。虽然我一个小法师也没有，但是我就是倔。哎，我就是倔。给你来个水银。这努努这么猛，这努努。我要播种恐惧。我把所有的希望放在三星寒冰身上。三三三三，操了！三三三三，我们把所有的希望放在三星的寒冰身上。我决定现在把这武器大师给卖了。露露三了。呀，天选露露，只要你想做，冒险继续，拿了吧，狐狸就不用了，这当一个小法师。我决定来个大棒子，这波等一个小法师把这卖了，上个努努就行了。没事，我们不可能倒数第一，倒数第一是这小子，倒数第一一定是这小子。这把玩的什么玩意儿呢？玩的，妈了个蛋的，玩的是狗屎一样。地吧，没有小法师，我们就出去。
整个小法师。寒冰也撇了得了，寒冰应该是升不上去了。有没有小法师？漂亮，我们无敌了。你们随意，我已经无敌了。虽然我才一星的小法师，但我也觉得我无敌了。我依然觉得我无敌了。哎呀，银马差个龙爪啊。我们磨死他们，不行了，磨不动了，这他妈盾厚的跟个，哎呀，这盾太厚了，这盾呢，打完鸡哥，哎，来个女神之刃，来个二星小法师，应该也能顶得住，不掉血。那他那什么呢，那哥们儿是秘术的，你看他四个秘术，我上哪能打得动他去，你说可太恶心人了，他四个秘术灵魂莲花夜幽了。他是天选的猫是不是，嗯，秘术猫，给个女神之泪，鸡哥你想不想让我活吧，就你要想让我活你就给我来个女神之泪，你要不想让我活那我也没办法，鸡哥你要想让我活就给我来俩小法师行不行，咱俩说定了，咱俩说好了，看来鸡哥想让我活下去，没办法兄弟们，我本来想死但是鸡哥他让我活，那么好吧，嗯，那好吧，来吧。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活下去吧。小法师给我杀，没办法，鸡哥让我活我没招，我只能六银口勉为其难的把他赢了。我们不应该配猎人，我们七银口应该上个秘术你知道吧，八银口上俩秘术就好了。不对劲儿了，那没办法，鸡哥让我活我没招啊。囤钱吧，确实啊，囤钱呢，这不得囤吗，囤钱生银口，
哎呦我操，这弩弩把我吃了，把狼人杀了。哎呀弩弩，我擦，他这弩弩，他这弩弩太猛了，他这弩弩不行，我得吃把鸡儿了，我得吃把鸡儿了，我受不了了。我们打一天不吃鸡儿确实不行，不太行，我有点生气了，有点。我换个小英雄，我给你们换个新出的，这种给你们换个不是熊猫的。